我遭不住你了，妈！哎呀，干脆我开个骚一点的，骚一点的，吹雪啊，吹雪，吹雪人呢，在这。好，白板，我操，白板老子也敢上。看看有什么补给。哎呦，这个贵哟、哥是有钱人啊，有钱就这么任性。哎，OK， 进去。妈的，我刚才那个潜艇绝壁没炸到人，赚的肯定都是点亮分。哎呀，没有伤害分。正好现在出来看一下 YY 里面啊，有问这游戏需要什么配置？配置不高吧？哎，你不要叫我玩航母嘛，我讲航母很毁人的，十个航母九个菜啊。我要出去骚一把啊，骚一把。好，这个出生点位呢，咱们是要往那上面钻。我看现在是8:10，咱们直播大概播到9点啊。有三根，呵呵，那再往后面升级岂不满身都是管子？这是防空炮，哎，打灰机的。然后呢，这个，这个是深水炸弹啊，炸潜艇的。你看，啊。不，它是有定延迟啊，所以说你不要直接就丢了，你还是等一等，等那个，你最好在对方前面的航线上刚刚经过啊，你直接这样丢的话，好像是丢不中。别问这是战列舰，这是驱逐舰。战列舰是我刚才玩那个像火炮一样的那个东西。好，咱们现在等着飞机在头上先过去去开视野，我们把鱼雷发射管先对准这边。现在飞机就是我们的眼呢、对啊，那是航母派出去的飞机，它航母本身没有什么火力，它全部靠，就它的操作就跟星际二一样，指挥它靠指挥很多空中单位啊。有这个侦察机去开视野的，有战斗机就是专业干飞机干飞机的，然后还有轰炸机和鱼雷机。有人说全是雪爷呀，作为一个坦克世界的玩家表示好怕怕。对呀，我也表示怕呀，坦克世界里面因为这个经常不给保护费，不烧钱啊，都被雪爷要搞，这尼玛倒好啊。全他妈是水！哎呦，我怎么感觉我快报销了？哎呀哎呀，我的感觉怎么这么准呢？导演，我说一下而已，你没有必要这么配合我。那我放出去的鱼雷呢？我放出去的鱼雷呢？射到哪儿了？啊，已经在海里面啊，自由的游。我还是要玩自己擅长的。玩自己擅长的，我就适合玩炸逼。趁着现在还没进去啊，还没进去。
哎，妈妈的！进来了，进来了！哎呀妈呀！好啊，那就专心点啊，专心点，不然等会儿玩脱了。稍微往前走点。咱们看看航母，反正航母一般都是不动的，就跟火炮一样，蹲的超后面。谁来了他也，啊不，他理是不理，他要跑啊，不跑就死。这个我现在是不敢动了啊，不敢动了。我忘了切 HE 了，跟着他们视野去看。飞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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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看见没啊？就被老夫给打飞机打下来了，牛逼吧！又来了！妈的，打他呀你们打下来了！我现在开主炮。妈蛋，又飞机又来了吗？我操！吓死我了！直接就这样飞过来，我以为是，我这是鱼雷轰炸机，妈的我就尿了。刚好在我射程之外，你妹，你妹，你妹！哟，这个风骚的东西来了啊，骚货来了，骚货来了。你要骚？你不要转向！你不要转向！你不转向能死啊！那我难以预判你的轨迹啊！我等等吧，等他认为安全不转的时候，就是现在，撸啊！妈蛋！YY 这个傻叉，老子点到那个直播框了，他就没撸出去。但是还是我又抓住了第二个时机，又撸了一发，被我撸爽了。所以你看，哎呀妈，这些人还没发现，打小船得用 HE 呀，打不中还有箭射呀，你 AP 全落水里去了。哎呀，你看他撞到岛了，完了。他要完了！居然没死！为何这么屌呀？不管我再炸另外一个，都是肉啊，都是肉，炸哪个都一样。你看他这忽左忽右，其实这样是最难判断。先等一等吧，现在先不撸啊，不撸。去死吧！主炮轰过了，副炮再来轰。飞机，不要吓我！飞机死了。我操！你们前面那么多东西全都打不掉他，非要等我来，非要等我来。我现在得动一动了。亚米丁，亚米丁，亚米丁，亚米不是让我的，不是让我的，肯定不是让我的。好的，战斗机到后面去追他了，追着他的菊花咬呀，咬死他，咬死他，
啊！不准打我，打我！我有小鸡鸡啊！就射下来，射下来，射把它射下来！打飞机啊，打飞机！啊，下来！妈的，把老子屎都吓出来了！哟，战列舰来了！战列舰来了！哎呀，我 H 打他一点都不疼。打了总比不打好。好，隔切 AP。哎呦，这几发都命中了！妈呀，我估计血没掉多少，但是成员零件，哎，不吓我！啊，不吓我！啊，吓死我了！哎，你妈又灭点了！啊！你怎么就没战斗机升空去拦他吗？你看嘛！哎呀，炸我来了！救命啊！哇，炮弹掉下来了！我操！赶紧修！老子开烟雾弹，增加一下隐蔽。哎呀，你看这水的！擦！哎呀！这妈蛋呐！哎，那就应你们的要求了，作一把死吧！啊！把那两个都在里头，还没出来呢。哎，先说好啊，我打航母奇菜无比的啊！我这个反正不是这航母真的上手难度非常高啊，十个航母九个菜，这可是真话呀！哦，刚才我打飞机打多了，还解锁了个成就叫防空网。啊！我操！有人说给我下载链接，这个现在暂时玩不了，它好像4号还是5号就关服了，然后关服之后再开，应该就是可能是公开测试了哈。现在这个有两边怎么这么宽呢？这两边这个是晾衣服的嘛？啊！岛国人民可真是爱干净啊，什么时候都不忘晾衣服。嗯，好啊，然后话刚一说完，镜头一转，上面晾的全是内裤啊。所以想完了，你们稍微等几天，等他这个，等他开始捉迷藏，飞过去看看。等他公测了再玩嘛，反正也快了。我先派一个飞机出去，我看这边咱们三个航母，他往这边飞的话，那我往他往这飞，那我往这飞，真的就跟玩星期二一样，你看你控制这个飞机，他们的飞机过来应该也是个侦察机，其实我跟你讲，我一开始是把两个编队都派去，但后面我学乖了，我只派一个编队。为什么呢？我派一个编队的话，这样一旦对面有那种来作死的，就是他就真的我就有遇到那种高手啊，他用那个鱼雷轰炸机一来他就开始，这个想要来炸航母，那你就没办法了。但如果你还留着一个飞行编队的话，你立马就可以啊，立马就可以起飞战斗机去干的。现在我派出的是鱼雷轰炸机，有因为刚才点出来那个东西了嘛。好，现在我跟在他们后面，跟在他们后面安全一点。保持队形，稳点飞。这个东西它虽然难控制，但我跟你们讲啊，一旦是你把航母玩好了，
那可是左右整个战局的神器啊，因为它既可以远程投送火力，它又可以侦察，而且它本体可以不冒险，这他妈是最狠的。稳点呗，这是咱们战斗机吗？有。稳点呗，看好啊，看好啊，我要丢鱼雷，丢鱼雷，快发射吧，射呀！就看见没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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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要死了！他要死了！他绝壁要死了！吼吼！好的，鱼雷轰炸机准备返航。啊！我再派出第二个编队，第二个编队，第二个编队，我也派鱼雷轰炸机，因为他后面还有啊，咱们接着炸。耶耶耶！我们一号编队还没回来嘛？妈呀，这是，哎呦哎呦，还好还好，咱们防空火力挺给力的，我刚想派那什么来拦截呢，吓死我！什么？吓死我！我以为鱼雷干我来了。稳点呗，保持队形，遵命。我去炸他们那个战列舰。保持队形，稳点呗，遵命，稳点呗。但我想这个飞机它的这个投弹你必须掌握的非常快，因为它有一定投弹距离，太远不能你打不中，太近了的话你直接就啊被防空火力打掉了。啊，你看我刚才绕出了防空火力，投，好，投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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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返航。好的，把它干掉了。继续起飞鱼雷轰炸机，我操，这把我玩的可以啊！他在这个位置，好，我知道。稳点呗。中间也没人，人家这咱们这个飞机可能也是来干他的，是吗？他往那边飞了。稳点呗。有，这好像是来干的，是不是来干的？这是鱼，这应该也是鱼雷机啊，鱼雷机。麻烦炸他呀！他到底炸不炸？啊，你这个距离太近了，玩不行吧？啊，他可能也是想，他可能想竖直这样投鱼雷，这样的话，鱼雷在后面追就行了。敌机来袭！哎，救命啊！啊啊啊啊啊！哎呀，不，吓死我！哥们们，防空啊！鱼雷爱侧潜，一发鱼雷一艘船。哎啊，我这个还在这里，保持队形，盘旋呢。稳点呗。往后，往后，在这儿是吧？保持队形。稳点呗，保持队形。慢点啊，慢点啊，咱们来看看在哪儿能逮住一个。保持队形。在哪儿能逮住一个？稳点呗。啊，东西呢？东西呢？就是这，看到弹道了，估计只能投两个下来，两个也是。我跟你讲，他血量不多，能炸死，能炸死。哎呀，差一点！注意高度，新兵。哎呦！哎呀！救命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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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哇！操！啊！这附近也没有飞机。尼玛，什么东西进来了？什么东西进来了？哎呀，老夫给你们供一排鱼雷呀，不然怎么会一下就死啊？鱼雷威力很大的。我怀疑，你看他那种是一排射出来六七个，那样的话，如果说是潜艇他射的话，他应该是集中在非常窄的地方，那么这样极有可能是对面的驱逐舰，或者说是，巡洋舰已经绕到了我们基地的侧面。
应该是这么回事，否则的话不可能那么密集一排过来。哎呀，哎，怎么还是不进去啊？都快一分钟了。哎，我刚想啊，重新匹配。来，给你们发一下。这是老夫这个没节操的优酷空间啊。进来之后，各种没节操。哟，这个地图。我先切 H， 副炮怎么也切 H？ 那点错了。哟，航母派飞机起来了。其实航母可以把第二个编队也派出去，但是第二个编队派的全是战斗机，而且是全员起航，但是就不要出去，就在基地附近转悠。他们的飞机不管是什么飞机，绝必要进来。一进来你就啪啪啪啪啪啪啪对着他一阵乱射，等会儿他就知道厉害了。那个飞机一直在前面探着，什么都没探到现在。这把我觉得对面应该也在进行同样的走位吧。所以说前方遇到敌人的可能性应该不大，对面应该是会选择像这样竖直着来啊平分全地图。赶紧我往中间拐一点，把他们囊括进我的射击范围。现在这还差得远呢。听到了他们那个机枪在射的声音，在攻击他们的这个侦察的飞机。哎呀我操，咱们那两个战列舰怎么到那儿去作死嘛？你作个什么死嘛？啊，砸不住你啊。哎，不过这当然这才开始测试啊，当时什么玩家都有。之前我还有见到航母直接冲出来的，当时就有人在嘲讽说：“卧槽，你看这航母肉真了啊！”我想妈呀，航母肉真呢、啊？哎呀，吓死了！完成 AP， 掉下来。好的。HE 打他伤害不太高，但是应该会震伤他很多零件。我第二把炮弹下来，他就要惨了啊！他就要惨了。哎呦！打得他好疼啊！啊！尼玛大爷！啊！哎，这个读完这个直播好脑残，各种坑我。哟，他没了。再切成 HE 啊，因为现在有很多小船，我来干小船。哎呀，队友们打小船用 HE， 你们俩要撞，我诅咒你们撞！我操！在我射程之外。啊，往前开点。你说小船有什么功能？小船它主要用于侦察跟反潜，它有深水炸弹啊，以它这个侦听能力更好，所以它可以用来反潜，它跑得也快，所以善于侦察。
当然绝对不是肉针啊，你肉针两下就死了。妈的，老子拿副炮射。咦，没打到。哎，这个我不敢再靠前了，再靠前要出事。这个时候一定要，你看，他很机智，他在侧面放鱼雷了。所以说刚才我如果继续前进的话就会有危险。好的，队友把他给干了。啊，前面咱们那个战列舰也在往后退。应该都是可以避过这个鱼雷的打击。已经切成了 AP， 我操，全是战列舰啊！好，大家一起齐头并进。还是往后面站。啊，他站那个潜艇去了。战列舰打潜艇蛋疼啊！我操，但问题是潜艇就在眼前。哎呀，这个潜艇一旦放过来，就是个很难缠的东西。特别战列舰对他几乎没有任何的伤害能力，除非他起来。啊，我操，他还深度潜航。好的，哎，我把他射了，但是他又钻下去了。你看他射鱼雷想炸我。哦，保持全速航行，躲开了。鱼雷来袭，注意回避。那个先不管。哎呀，这是不是来炸我的？不要！你看不到我。你看不到我，你要被我炸了，爽了，半管血啊！啊，重创敌人。好的，旁边那个不会收拾我吧？哎，漂亮，太他妈漂亮了，队友干得帅。啊，他要没了，他绝壁要没了。哟呼！哎，副炮也能射，啊，副炮射不到啊，他在射程之外。我还是拿主炮来干。他现在正面对咱们，他要防御厚一点，磕的打击面小一点。但问题是，妈的，他能射的面也小了。哟，哎，我操，队友们，你们的枪法倒是给了。哎，我操，哎，你看这 YY 直播现在很脑残，各种坑我。啾！哎，这么硬呐、啊！这么硬。嗯，为何这么硬？我操！哎呦，他还手了。主炮、副炮都射了。啊，好的，副炮直接把他射死了。因为右键换副不是右键不是换副炮，这个键盘上一二换，你看啊。这个一是主炮，这是副炮，这是防空炮。这上面的这个一二呢，是这个 AP 跟 HE。你看，我按一，这是主炮；按二，这是副炮。主炮就上面这几个大的，副炮你看，你仔细看这下面，有几根小管，有一排小管子。哦，防空炮呢？啊，你看，在射那两东西。啊，就这么回事。哎，现在我觉得妈对面就一个航母嘛，找得到就打，找不到反正就直接往他们基地里面钻啊，绝壁就赢了。哟，那个坑
爹的鲈鱼，他直接往圈子里面狂丢鱼雷啊！居然刚才还炸死咱们一个，这么屌！竹炮比副炮的威力会大很多，因为口径都要粗很多。我们可以演示一下，这是主炮，然后这是这个比较小的副炮。他你都对准一侧，你就可以同时开炮了。你看它下面不是有一排这个绿色的这个吗？当绿色的全都亮起来，就代表全都能开炮。你比如说我这个指向前面转啊，指向前面转，那就只有船头这一个炮能开炮，那它这个等会儿前面那个上好弹这个绿点子就会只亮一个，两个啊，因为前面是有两个炮台。好，这咱们这边通过站点已经赢了。感觉时间，哎，估计还够再打个一两把。嗯，能不能升个什么东西？哎，我操，怎么叫升这个？防空机枪？啊，它机枪似乎是自动的。有问长门还是扶桑？好像都不是。扶桑是我的这个上一级的这个船。这个好像比扶桑还高一级，就被搞回去了。看看去哪儿。去哪儿好呢？直接往前走能行吗？花儿应该要直接往前走啊，因为咱们之前是在这个点位这样下来的，这边根本就挡不住，那咱们就要顺势往这边走。但我想比他慢一点，因为我想到里面去。哎呦，撞上了。我忘了，应该切 HE。 对面来了个飞机，隔得很远，现在咱们还射不到啊，只是个侦察机而已啊，被打下来了。咦，现在什么都没看到呀。那哥们儿在射程之外，打不到的。他会考虑进来，他似乎没这么考虑。他在往外面拐啊！哎呦，队友射得太爽了！哎，差点撞！
但这里有个好东西要让我们打啊。妈的，快亮他呀！这不亮，等会儿要出人命了。还好我们躲得比较厚啊，等会儿，但他会放鱼雷呀、啊。你看，吓得航母赶紧跑了。他放鱼雷了。啊！我的副炮也把他给打得非常狠。这里也在我副炮的射程之内。他发射了鱼雷，我必须赶紧躲，全速前进。这个装好了，装好了，射他。你看那个战略线现在才对啊，还好呢，我们都在他的这个最大鱼雷范围那、外哈、啊。哎，其实妈的，这以后可以做个这种插件嘛，让这种特别航母啊，这种跑还有战略舰跑得慢的，就知道他那个位置安不安全。这边完全没人给看啊，不敢往前走，谁走谁跪，谁对吧，谁往前走谁要跪啊。你看这不知死活的。你去作死啊，我在后面。哦，他看见来了个这个呀，怪不得他胆子大了。有人听到我家汪叫了，啊，他真的叫了。现在只求点亮，我都准备好了，我可以斜着往前面开啊。这样既能保证往前开，又能侧着打他们。我操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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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吓死我了！吓死我了！要出事儿！要出事儿！要出事儿！哎呦！这尼玛要出事儿啊！咱们那个巡洋舰一定要赶紧丢鱼雷。啊！我也赶紧切了 AP。副炮也射了。敌机的装甲太厚了。副炮再射一轮就可以再换回主炮。他们似乎是没视野嘛。哎呀呀呀呀呀！有。我老子开，我开烟雾弹。哎呀呀呀呀！哎。妈的！一群贱货！够了啊！哎呀，操！你这边没人了啊！咱们关一下站。咱们这边能打得过吗？这一把？这里面这个航母啊，是有侦察机、战斗机、鱼雷轰炸机跟普通轰炸机。
航母这个跑这儿来了。啊，又拍了一波飞机出去。咱们这边没什么快船，这边也只有一个。好，咱们这边干掉了他们一个啊。哇，咱们的潜艇呢？喂，下潜，下潜，下潜。你不下潜死了啊？完了完了，他们的这个巡洋舰要来，但来得及放鱼雷吗？放！妈的，你盲射呀，射呀，射了一堆啊，刚好躲过。哎呀，完了完了完了，要他命了现在呀。啊，但是炸不到，因为深水炸弹它有一定延迟，暂时炸不到的。好，那又意味着他可以暂时再活一会儿。哎，那这一发，这一发，这一发，呀，呀呀呀呀呀呀！啊，差一点，差一点，差一点。嗯，现在全靠他在这浪啊。后面的快点把这两个发，你发炮把他们打掉啊，不然怎么这个潜艇他妈的没救了？哎，罩不住你们呐。那个潜艇帮忙搞一搞。好的好的，咱们的飞机，咱们的飞机，飞机来了，飞机来了。哎，我这是什么飞机？鱼雷，鱼雷机啊，可见这个也是不太会玩了，都没投弹就回去了。我怀疑你投不了弹了。投了吗？妈的，投到哪儿去了？那是他实在不行了，必须要上来换气了啊，不然他要挂了。但那边应该会用副炮啊，主炮副炮估计都能打了。哦，不，这个没有副炮，只有主炮啊。着火了，着火了，有灭火器嘛？啊，完了，我感觉他已经没命再潜下去了啊！你看嘛，哎，这边配合确实是很成问题。然后这是咱们的二号潜艇这个方向啊，你放鱼雷啊？难道他在上弹吗？这个观测角度是看不到他有没有上弹。你这又隔得太近了，射不了吧？啊，哎，不，你现在下潜干嘛呀？他正在往那边走，你看这个距离刚好就可以射了。他是想把自己藏匿起来吗？你把他射了再藏匿嘛。哦，看对面鱼雷来了，你倒车就能躲了嘛，你何必要这样呢？啊，这他应该躲过了，他应该躲过了。哎，他错过了打那玩意儿的大好机会。哎呀哎呀，快跑啊啊啊，躲过了，躲过。好的，他一边躲也是一边继续下潜。好，完了，人家要骑你头上丢弹了。这个潜艇也是要换气的呀，你时间久了不换气，这要憋死了。啊，这发剩下弹应该啊，炸不到，他也没丢。啊，这应该是重型巡洋舰。哎呀，我操，差点炸到。重型巡洋舰其实就是这个东西的重型版，相当于它火炮被加的更强。哎，这个潜艇到底是来干什么的嘛？哎，他玩的不好，妈的，后面的这些战列舰也玩的不好吗？人家给你点的屎都点出来了，你们赶紧炸呀！这是在炸哪里嘛？哎，我操，你们给一点力嘛！家里面三个战列舰呐，还有航母呀，好玩了。那这一把这绝壁要跪了，在外面开眼的高机动单位没了，对面好歹还是有一个快船的，而且那个巡洋舰那个轻巡也算是一个快船，那个重巡还能当火力，他们家里面也是有一个战列舰。哎呀，我感觉咱们这边配合严重出问题。哎，你就算那个潜艇他玩不好对吧，确实那个操作也是有难度的，
你后面这几个战列舰倒是快搞呀，这个东西上手好的呀，你都打到这个等级了对吧，这看的那个潜艇是干着急啊，射死他啊，飞机去了，我操，这也没出几个血啊，赶紧换副炮揍他，好的好，哎，这下配合的不错，对面还剩下三个，你正面有一个，正面有一个，没事，你吨位比较大，干死他呀，他就14滴血啊，随便摸一下一摸死啊，快哥哥，一分多钟了，你摸死他呀，再不摸死咱们要死了，好了好好好好啊，摸死了摸死了，后面一个队把他摸死了，这想进圈也来不及啊，只有把他们打死，关键咱们没有机动单位了，有机动单位的话绝壁能够追着他们对吧，哎呀，然后这里看到了看到了，但他们那个快船怎么办呢，那个只有让飞机去点出来，飞机点不出来怎么没办法，如果他们那个快船现在一直在躲，这个想要这个脱身平局的话咱们也是没办法，哎呀，虽然这个枪法都不是很好呀，啊，但是还是炸到点啊，快点呐，最后一分钟了，59秒，你们受不了你们呐，哎呀哥，这个航母你玩不来，娱乐轰炸机就麻烦你用俯冲轰炸机吧，那玩意儿比这个好操控多了，难度更低，哎，咱们这儿这个也看不到那边具体状况，哟，快呀，29秒了哥哥，哎呀我好怕呀，要平局了，哎，这你妈各种招不住啊，射呀，你的主炮呢哥，我擦，一发都没射中，你们这炮也太水了，干死他，他航速那么慢，靠，真是平局了。有人问成员有技能吗？你成员100%了，好像是可以学技能啊。哎，但是他现在没有公测，飞机就相当于是炮弹，你没了得拿钱买的。他这个怎么来让他平衡，这也是个问题。他这个设置是很新颖的，但是你这个，比如他的飞机的价格啊，以及这种，他要是搞不好的话，就很成问题。各种回击，